豆苗摸摸小星星，蒋云神气对决，小星星躲在天台的包包，小野桃面约定招募光年，有请各位登台领奖，有请。我们也相信每一位冠军主播都是我们共同旅程的起点，他们的成就激励着我们每个人追求更高的目标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挚的祝福祝贺他们取得辉煌的成就。有请各位主播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有请各位。我们看到今天来到舞台上的各位啊，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，所以取得今天这样一份荣耀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，让我们再次祝贺台上的各位获奖的优秀主播。